结和友爱。是中国了不起，吉林了不起，长春了不起，中国人就是伟大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也要感谢各国朋友们，就拿汶川地震来说吧，各国的朋友们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，给我们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上的帮助，同时呢，还有的国家组成了抢险救援队，深入到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，这份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You got me going crazy.